割的比较刺激吧。对啊。割过去之后会像我这样子，一手吃完一手带走，这样。然后我再去带一次。
我们台中的路，任何一条路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看哦，待会我们的单子只有两边 ，OK。右边的话是这样，左边是这样，哦，不要交叉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台中线路的单身角，一样是四环的单子。然后步骤是一样的，由内而外通过这条红色的穿插条，由内而外。要在哪一条哦？由内而外。一样，就刚刚的步骤一样，小心点。我辛苦啊！袂啊，我定咧翕，所以习惯了。小相机拢会使翕啊，还好。好，那我们检查好呢，我们大家先领我们的头盔。哎不，我先自救，辛苦。放松之后来再上去，对，上去之后有没有看到
我昨天跑是被盖住，对，好，要盖住，好，不要这样带，带错了，盖住了。好，等到路了。他今天我把这下巴给扣起来，扣掉我的双下巴。扣起来，好，可以。好，我先把它拉紧，它不会躺住啊，拉紧。拉紧之后，接着我们现在是有放松黄色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黄色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往后调，往后调，它是不是就变紧了？好，带好同学，我们自己检查一下，我们做摇晃的动作。如果他不会摇，那就 OK。好，我过去了。那我这样是 OK 的。他这样是过不去了，这样。对啊，他摇晃很大。后底，后底都在一个黄色的，完全是左边，看对吧？这个大。